好，再次公开我的后台，这是我的数位公司啊，给我的后台，这是我百福公司的后台，这是我的数位公司啊，这是我的百福。好，我现在来查平台 TikTok 地区中国专辑呢？该如何忘了你？歌曲我该如何忘了你？我查询的时间点呢？我在网络公开的是2022年的2月到2022年的4月。这个就是我公开的资料，播放次数啊。平台 TikTok 大陆的抖音，专辑名称、歌曲名称《我该如何忘了你》，负责人廖伟志，百福娱乐，哦 ，ISRC 这是国际的代码，这是我的后台，公开给大家来做一个澄清。再公开另外一首，也是破亿的歌曲，叫《永远分开》。好，这是总播放次数，永远不分开这首歌 TikTok 大陆地区廖伟志。再次公开我两首破亿的歌曲，一正式听。